第二题，村落湿滞要将个 B 转做湿滞，咁啊先咧将佢成条式 expand 开佢先啦，咁就变咗 3B 等于 3A 加7，所以 B 咧就系 3A 加7 over 3。咁你要知道咧，分数咧其实喺小学学过一个 concept 就系咧可以分开佢嘅。嗱，假设你有个咁嘅分数，你可以分做 P over R 加 Q over R。咁而家就係考緊呢樣嘢啦，你就可以將呢個咧分做3A over 3同埋7 over 3。咁前面呢個3同3咪弱咗咯，咁所以就會得到咧 B 咧就係 A 加7 over 3，答案咧就係 C for cat 啦。